各位教友大家好，我是南投开源歌手汪崇山，真欢喜也真荣幸有机会在这里向大家请安问好。感谢五洲黄派站的邀请，开源歌手在这个七月二日在五洲黄派站举办一场黄派歌的分享拍卖。我个人持鸟超过60年，对于分鸟的素质一向拢真要求。对持鸟开始，就一直不断地引进上好的鸟货啊来比赛。陆翔啊，甲海翔拢是以少数做出3至6只。参赛较济，一直加减有发挥啦。因为我个人参赛的只数无济，真希望将我甲社内底保存的优良的经验来分享予各位鸟友。这次拍卖，我个人保持的是非常慎重啊，甲严格的理念。所提供的拢是经过长时间的严格考验，有良好的发挥，才保留落来的优良血统。拢是适应南北海啊，无咧分气候甲赛制。希望将好分只分享哦，喜爱赛甲的交流，和数十年来所收藏的好只会用充分来发挥的机会。嘛，希望鸟友卖气焰，和我支持鼓励甲指导。最后，祝大家顺利、健康、平安，感恩。
第二场领钱歌，卡款号码是2021年2237112，是暗分的，啊嘛三座小船。啊，这只鸟甲领钱歌以后，完全是拢共步，因嘛是甲18号、19号王牌歌，因是拢共爸母。这只鸟的系统吼，是我只主力乐队第1005。第一零零五伊本身的林雄吼，第一次会专会伫买关灯的四只鸟，伊是综合三，啊最主要这只鸟专存是综合五位啦。伊的子孙、干阿孙吼，伫我遮竟然阁入甲真好。这只主要迄个是来对威廉迪布恩啦。威廉迪布恩，我是伫1987年，我亲身去荷兰甲拜访。佮讲了袂歹，啊由咱一个应该大家拢真捌的范林顿，啊佮好无错，伊陪我去，讲了真厉害，伊还有基础35配对，我对35配对规个一部装备倒来，即位人基本的分只倒来，到外发觉讲，哎，发瑞了有影袂歹，即尾仔变做较深啊，拢也是我教徒弟主会啦，啊，即只712伊的老母吼。本身是我寄文林馆一个文秋的鸟为房的，伊是1903年东岸北海四湖之会3484只，三冠综合亚军，迄当全会剩33只尔。啊，伊的迄员吼，嘛是来自我特别老的一只低级二的甲王，伊得一届全国三，一届全国六，得2年的。十顶来甲王，啊！伊个英文名叫做 Robert， 即个就是老好无错，特别甲介绍。结果来台湾寄带，竟然真正嘛真发挥，所以我真感恩吼，欢迎恁甲好无错对我的帮忙。我的祖母本身嘛是专存中亚军啦，变做23公，伊连三代，伊个老母中亚军，伊个阿祖本身是专存中冠军啦。在1998年的冬奥，嘛是有机会我完成冠军，专存78595只总冠军。我教我只一只放6米就综合6个，就无生落来，是如果专存总亚军。所以伊的迄员是完全拢一直升级，一直落来，唔捌断章。哦，是我只主力位。哦，今麦过来，咱王牌哥17号吼，卡款号码是2021年2222221，伊小可暗班的工，是小可算中大型鸡仔目。甲16号这只鸟是共步的分鸟，伊的老爸是100年当的贵吼，中区四号之会吼，四冠综合三，全会剩7只分鸟尔啦。啊，伊个即来讲，就是我专存的总冠军啦、啊。迄、那个78596只总冠军，那祖母是我自强之辉吼，也一个罗旋棒。93年自强之辉南海五冠嘛，综合冠军。老母嘛是我作存嘛，1802年中区四号之辉全会吼、啊，2828只综合16顶啦。啊，全落去当时剩26只分鸟尔吼，伊个即个老爸老母是阮特别留咧做证个鸟啦。外祖父就是我迄只第一空空五哦，迄只基础级个一个囝。外祖母是我专存总冠军吼，迄、那个78596只专存总冠军，迄只个去交即个自强之辉。五冠状冠军是只鸟母生的，即个鸟母
迄嘛留咧作证。两只虾米都生一只，又搁着中华绝密，无讲互我失望，照常又表现出伊的实力。王牌哥十八号，卡关号码21222222，小可暗班张小雄是招募，啊，今仔目，甲这个19号22223是共父，又搁甲林千哥1号2号是共爸母，这位叫是我这是嘛正主位，对第一零零五迄只迄员落来，甚至嘛。甲我这全村总冠军拢总有共话，老爸对第一零零五迄话落来，老母咧是对全村总冠军这边话落来，因为两位是我这主位，所以我爱两位甲联合作出，啊两个联合作出，期待你表现真正有伊个实力。所以今仔日这两位叫我共话嘛是安尼，主要实力，所以我才会提出来分享予咱大家交友。希望会用替您建功，所以今仔日我抓这只分鸟甲伊个干部223两只要来予大家，恁也参考看嘛。这只老爸是我特别作出特别老个精甲啦。啊，因老爸啊，这是我进前伫训练部中联谊会五冠综合是冠军啦。主要是阿公，我是留咧作证啦。啊，主要伊阿祖对我只第一零零五，即只鸟是民国88年邱明龙第一指挥五官综合三位全会村四只鸟尔。啊，伊进前全会袂村四只第四关，伊本身就综合狗啊，啊第五关落来四只尔，伊阁落来，哦啊，结果期待真正无我失望，表现了真好。即王牌哥会摸我即边头。这个23空本身是我4号指挥棒，伊本身是103年的单阿贵，3484只五冠的综合亚军，全会剩33只尔。这只母爱的老爸是我第迄个破柱相连五冠综合2狗，啊去斗我一只嘛中区4号指挥，两冠结束，但伊两冠伊是综合亚军。全村22895只，嘛庄阿军啦。吼，啊，即个庄阿军本身的老爸就拄着我恁介绍，迄个庄冠军啊啦。所以这位阮只讲也是我才会讲正甲主力话落来，特别互大家分享。Thank you.
王牌过十九号，卡完号码，2021年2222223，本身是暗粉吼，江中小型，目的是浅色紫罗兰莲，甲这个王牌过十八号，两只是共部，又过甲第一场、第二场闽泉哥是共爸母。这只鸟的迄种吼，是我只主力尾队第一零零五。第一零零五伊本身的林雄吼，第一支花专花的尾冠当来四只鸟，伊是综合三。啊，最主要这只鸟咪伊背安尼，伊转存是综合五位啦。伊的子孙、干孙吼，伊我只竟然佫是较真好。这只主要迄个是来对威廉·迪布恩啦。威廉·迪布恩，我是伫1987年，我亲身去荷兰佮拜访。啊，拜访，佮伊讲了袂歹，啊，又咱一个应该大家拢真捌的范林顿，啊，佮好无错，伊陪我去，讲了真厉害，所以我咧对伊，佮伊讲讲，伊还有基础35配对，我对35配对，规个一部装备倒来，结果买这威廉迪布恩的文章倒来，到我发觉讲，哎，发觉了有影袂歹，这尾仔变成佮真嘛拢也是我交徒弟主位啦。伊个老母吼，本身是我寄婚姻观一个文秋个教育为棒个。伊是1903年东岸北海四湖之花，3484只，三冠综合亚军，迄当全花剩33只尔。啊，伊个血缘吼，嘛是来自我特别老个一只低级二个甲王，伊钓一届全国三，一届全国六。有两年的十丁来甲王，啊，伊的英文名叫做 Rot， 这就是老好无所特别甲介绍，结果来台湾接待，竟然真正嘛真发挥，所以我真感恩哦，欢迎恁甲好无所对我的帮忙。二三康的老母本身嘛是专存中亚军啊，变作二三康伊连三代，伊的老母中亚军，伊的阿公本身是专存。中冠军啊！伫1998年的冬啊，嘛是有机会我完全冠军，专存78596只中冠军。到高我只一放六米就中合六个，就无生落来，又个本身又个专存中亚军，所以伊的血缘是完全拢一直升值一直落来，唔捌断层。我是我只主力花。王牌哥20号，交换号码是2021年2222224，暗班白白白，小型西阿伯。伊个老爸就是我尊存的总冠军生落个囝，我特别老个。安尼伊佫甲咱婚姻观自强会个五冠总冠军的一只冠军帽，所以我佮留咧作证。伊个阿兄是100年当个贵，中区四号之花，四冠。综合三，全会剩7只分鸟。王牌哥内祖父，就是我全存的总冠军。1909年96空1440，1908年东阿贵，中区四号之花，五冠总冠军。国光全队全存78596只总冠军。王牌哥内祖母，93年自强之花，南海五冠嘛综合冠军。也一个罗先棒，这个老母是我特别老的，外公我特别老的，只要我买入来威廉迪布恩的甲王所生的囝，外妈是我只主的嘛，威廉迪布恩迄对黄金配对的囝，去甲一只低级的就 KVDB 就两年的全国甲王，一年的新甲王冠军生查某囝。威廉迪布恩，我是伫1987年，我亲身去荷兰拜访，
由咱一个应该大家拢真捌的范林丹，甲好无错，伊陪我去。功力真厉害，所以我咧对伊，伊也有基础三十五配对，我对三十五配对，规个一部装备上来。结果买这位日本的文章回来，到我发觉讲，哎，发觉这样也袂歹。这买啊变成甲钱嘛，拢也是我交徒弟主位啦。王牌哥，外曾祖母，就是我买入来，甲毛做肉托迄只生查某囝。肉托是1996年幼甲是省的第一甲王，1997年是 KBDV 第几期全国第三甲王，1999年 KBDV 第几期全国第六甲王。这只王牌哥，也应该是上好的系统的集合。王牌哥21号卡关号码2020-222-225小暗班中大型的钢啊钉啊吧，甲22号的王牌哥226是钢夫，啊，佮甲41号、42号是钢爸母。伊即只只老爸是我作出老的作证，那祖父，伊是我。真重要啊！即、这个基础甲迄个第一005交伊个查某囝极近亲所留个证据，因为咱适当嘛爱有近亲落来留伊个血缘个特性，才袂叫完全失哩。伊即只近亲落来囝去配一只06年1-06-05，我挂伫虎尾仁安早期个比赛时。五冠综合五全准哦，35313只，综合是39。但这只鸟虽然综合五，但是伊是全会领上势，因为伊正大猪头，或者前几名猪头那成无的，我说这只鸟领上势钱哦。拜祖父，我赶去这新店北海联合会哦，全会272卡度6491只六冠综合六。是我寄一个曾金德先生办的，拜曾祖母。95年，咱阮南投海上联合会北海六冠综合二位啦，这个是嘛是全会最高奖啦。拜祖母，1901年下中区4号吼，两冠综合亚军，全会春季的高业，国光船队嘛是第二冠结束的，有22895只，伊嘛是总亚军。算起来算讲外祖啊吼，就是我全村总冠军啦，到生全村总冠军，但结果遗传落啊，是非常好的血缘，请大家吼认真甲参考。
王牌哥25号，卡宽号码是21年222226，是暗班，啊有第四季的工啊，中大型，啊嘛见啊目，是甲王牌哥21号22225是共父，啊又过甲这个王牌哥41、42是共爸母。伊即只只老爸是我作出老的作证，那祖父，伊是我真重要的这个基础甲彼个第一005交伊的查某囝极近亲所留的证据，因为咱适当嘛爱有近亲落来留伊的血缘的特性，才袂叫完全失哩。伊即只近亲落来，囝去配一只06年。1008、05，我挂在虎尾仁安早期的比赛时，五冠综合我专准35313只，综合是39。但这只鸟虽然综合我，但伊是专会领上席，因为伊正大猪头，所以前几名猪头那成无的，我说这只鸟领上席钱哦。拜祖父，我挂去这新店北海联合会专会。272卡度，6491只，6冠综合6，是我寄一个曾金德先生办的。拜曾祖母。95年，咱阮南投海上联合会北海6冠综合2位啦，这个是嘛是全会最高奖啦。拜祖母。1801年下中区4号吼，2冠综合亚军，全会春季的高点，国光船队。嘛是第二关结束的，有22895只，伊嘛是总亚军。算起来算讲外组啊吼，就是我全准总冠军啦，到先全准总亚军，但结果遗传落来，是非常好的血缘，请大家吼认真甲参考。王牌哥23号，卡关号码21年222227，暗分啊，白石基，中型的鸟，公啊，金鸭目，甲王牌哥24号222228是共父。伊这個老爸啊，就是来伫我这个第一基础甲，就是开源第10005伊只鸟来讲，就是99年，我本身作出的嘉义闽南第一指挥棒。5冠综合3位，但迄季才全会当个4只鸟尔。大英伦28985只，伊综合是5位。但是伊一点就是讲，伊个子孙、干阿孙哦，伫我遮竟然阁入甲真好。这只主要迄个是来对威廉·迪布恩啦。到这只母仔是我特别留咧作证个鸟，因为伊个老爸老母也是我对这个威廉·迪布恩遐买入来黄金配对。伊这对黄金配对，伫威廉迪布尔就生3只甲王啊！我再用高价目甲威廉迪布尔讲，因为之前我甲买2批只仔囝，等于买100几只，这对只买讲半年才答应我，才卖过来。结果来台湾，同款物啊，真花了费哦。威廉迪布尔，我是伫1987年，我亲身去荷兰拜访，
啊，由咱一个应该大家拢真捌的范林丹，甲好无错，伊陪我去。讲了真厉害，所以我咧对伊，伊也有基础三十五配对，我对三十五配对，规个一部装备倒来。结果买这威廉基本的分车倒来，到我发觉讲，哎，发觉这物件袂歹。这尾仔变到甲亲嘛，拢也是我招徒弟主位啦。这王牌哥，伊的老母是一只印欧年的鸟啊，我嘛特别留下来作证的。伊顶头的血缘是嘛是对威廉·迪布恩迄对九四年的黄金配对落来的孙。是啊，我两只要斗做伙，就是要由这个威廉·迪布恩这对黄金配对的血缘缘合愈重，因为伊前面来台湾比了嘛好，血缘愈重，当然伊的遗传的这稳定性会愈好。所以咱也需要做近亲的作出，这就是讲今仔日我要列这出来，互鸟友参考，就是因为我嘛希望讲会当帮忙各位鸟友能成就更加成功。感恩。王牌哥24号，21年2022228，小可暗班工啊，是小型的，小可有自劳难言。甲23号2227是工夫。伊这個老爸啊，就是来伫我这的第一基础甲，就是开源D1005伊只车来讲，就是1999年，我本身做出的家己面向第一机会棒。五官综合三位，但迄几只全会当个四只鸟尔。大英伦28,985只，伊综合是5位。但是伊一点就是讲，伊个子孙、干阿孙哦，伫我遮竟然阁接较真好。这只主要迄个是来对威廉·迪布恩啦。到这只母仔是我特别留咧作证个鸟，因为伊个老爸老母也是我对这个威廉·迪布恩遐买入来黄金配对。伊这对黄金配对，伫威廉迪布恩遐就生三只甲王啊！我再用高价目甲威廉迪布恩讲，因为之前我甲买两批鸟仔，等于买百几只，这对只买啊，讲半年才答应我，才买过来。结果来台湾，同款物件真发了贵哦。这王牌哥，伊个老母是一只15年的鸟仔，我嘛特别留下来作证的。伊顶头的血缘嘛是对。威廉·迪布恩迄对1994年的黄金配对落来的孙，是啊，我两只要斗做伙，就是要由这个威廉·迪布恩这对黄金配对的血缘缘合愈重，因为伊前面来台湾比了嘛好，血缘愈重，当然伊的遗传的这稳定性会愈好，所以咱也需要做近亲的作出。这就是讲今仔日我要列这出来，互鸟友参考，就是因为。我也希望讲会当帮忙各位鸟友能成就更加成功。威廉·迪布恩，我是伫1987年，我亲身去荷兰拜访，啊，由咱一个应该大家拢真捌的范林丹加好无错，伊陪我去。讲了真厉害，所以我咧对伊，伊也有基础三十五配对，我对三十五配对规个一部装备倒来。结果买这威廉·迪布恩的分车倒来，到我发觉讲，哎，发觉这物件袂歹，这尾仔变到甲亲嘛，拢也是我招徒弟主位啦。
王牌哥二十五号，卡关号码是21年222229，本身是暗班细型的招募啊，惊吧？甲这个王牌哥26号222230两只是同部，啊，佮这个31号是同爸母的，这算特别作数，特别家己也出来。这只王牌哥229，伊的老爸中区四号指挥五官是47等，内座是这个南海的破竹商人五官总号29位，啊，这个内座马这只有22778。那北海南投6官综合3位，内马本身我嘛特别留咧作证，啊，原因就是讲，因为这是我这个一位真重要的将，所生的嘛是孔王我甲二四六黄金宝地落来，伊的外公是嘛中区四号就5官综合47啦，这对是专工近亲配对落来，伊的外祖妈就是1997年吼，哈归南海。中区四号是5官综合10个，外祖破竹相连5官综合29，去甲南投北海联合会6官综合3等所生落来。外祖妈是两边拢我才对威廉迪布恩才落来特别老的证据所出来的招募，我本身嘛着综合10，安尼两边甲配对啊落来，予大家参考，希望能帮忙着各位交友，感恩。王牌哥26号哈，卡款号码21年222230，啊，伊本身是一只暗粉哈，啊，小可有白目白哈，啊，是小型的鸟母，目底是小可浅色的紫罗兰莲啦哈，甲25号222229哈是同部，啊，佮甲31号哈是同爸母，这只王牌哥。伊个老爸中区四号指挥5官是47等，内座是这个南海的破竹商人5官综合29位，啊，这个内座马这只有22778，那北海南投6官综合3位，内马本身我嘛特别留咧作证，啊，原因就是讲，因为这是我这个一位真重要的鸟。所生的嘛是孔王我甲二四六黄金宝地落来，伊的外公是嘛中区四号只有5官综合47啦，这对是专工近亲配对落来，伊的外祖妈就是1997年吼，哈归南海中区四号只有5官综合10个，外祖破竹相连5官综合29，去甲南投北海联合会6官综合3等所生落来。
外祖妈是两边拢我才对威廉提布恩才落来特别老的政教所出来的教母，我本身嘛着综合集，安尼两边个配对啊落来，互大家参考，希望能帮忙着各位教友，阿门。王派哥27号卡瓦罗马21年2223日，本身是暗昏啊，啊小可有白白白啊，啊是只中型的焦工，目底小可浅紫罗兰的，啊甲王派哥28号，那么就是干部。这只鸟老爸嘛是我开园总冠军，伊只一四七六啊，伊个来讲。啊，是我伫看状元真诶囝，是100年冬啊贵，啊伫中区4号机会，全会综合衫，全会才剩7只鸟诶综合衫来骂呢。伊本身是我寄伫新店曾金罗先生遐办，全会是7983只，来做是我只一只对斯洛伐克买入来名甲，即只吼 A B 斯洛托阿斯去交我一只。阳光都拉屎，这个血统十好个伫住所生落来。这个老母这边，外公嘛是我一开元总冠军，1909年1964，对四五总冠军，佮国光船队78500多只总冠军，迄只本身落来个鸟母，甲阮南投海上联合会6冠个一只综合亚军个鸟母生落来母，下尾安尼甲交近亲，咱就希望讲。这个好的优秀血统呢，啊，下葬呢，如当落来，啊，拜伊的下代来做证，有缘有真大、真悬的、真深的这个优秀的血统遗传，祝您一葬成功。
王牌哥28号，卡款号码是21年222232。本身是小暗班的，是招募啊，中小学感觉唔捌，啊，甲27号是共部。这只车的老爸嘛是我开源总冠军，这只一四七落来，伊的内功也是我的开源总冠军的囝，是100年当啊贵，啊，伫中区4号指挥，全会综合衫，全会才剩7只的综合衫。内马呢，伊本身是我寄伫新店曾金德先生遐办，全会是7983只，内组。是我这一只对斯洛伐克买入来名甲，这只吼 AB 斯洛托阿斯去交我一只阳光多拉斯的这个血统10号的子孙生落来。这个老母这边，我讲嘛是我一开元总冠军，1996-1947，对四五总冠军，佮国光船队78590只总冠军，迄只本身落来的招募。甲阮南投海上联合会6冠的一只综合亚军的招募生落来无，下尾安尼甲交警亲，咱就希望讲，这个好的优秀血统呢，啊下葬呢，如当落来，后摆伊的下代来做证，有缘有真大、真悬的、真深的这个优秀的血统遗传，祝您一旦成功。王牌哥29号，卡文号码是21年222233，小可暗班也有白痴机，中小型的招募，细阿伯，甲这个30号21年222233属实共母，啊，佮甲45号、46号是拢共爸母啦。即只叫老爸，迄、那个5冠的综合冠军啦，中部5冠是全村的最高分数。啊！伊嘛有生一只查某囝，17年啊，309808，1806年嘛，中区4号指挥，南海嘛5冠11位，内祖母1801年下啊贵，4号2冠综合亚军，全会剩29只尔，是国光船队22895车，2冠的结束的总亚军，全村的总亚军，内曾祖父，就是我这第一基础甲队第1005。啊，弟弟用本身88年的闽南第一机会5冠综合3位，大英伦28985只专存综合五，内曾祖母95年虎尾人啊联合会5冠综合5位，大英伦35310只综合39位，内曾祖父是我本身帮你用过4号5冠的综合冠军啦，啊是国光船队。78596只，伊嘛是总冠军啦。
念生祖母，是1993年的嘉义南美聚会南海五官综合六位。王太哥的老母，伊本身是1903年新竹北海联合会全会278卡图，6618只，三官的综合22位啦。外曾祖父，伊本身是203年，伊是全基二甲王中国的第一位。啊，204年，伊又过全国全基二的甲王吼是过全国第三位，是205年奥林匹克。全基利的甲王姓是国际第八位啦。外曾祖母，我作出是95年，虎尾仁安南海全会2236只，五官的综合5位，是大英伦35313只，综合的39位。外曾祖父，荷兰真有名威廉迪布恩的黄金配对的辉先生，对秘书布鲁。这个辉先生是1994年 WHJB。又甲王全国4位，另外阁是项 WHJB 最佳幼歌神，伊嘛全国4位的一只甲王。外曾祖母是我只第一初甲第1005的查某囝。王牌哥30号，卡款号码21年22日234，本身是小可暗婚啊，细型的西亚伯的招募，甲这个22日233是同步啦，啊，佮这个拍牌45号甲46号也拢同爸母啦，因为这步招是算我只真重要的招啊，所以我才会生两步吼，也出来拍牌，伊的老爸。本身是五冠综合冠军啦，啊嘛用风龙轮专存最高的分数。啊，伊嘛有生一个查某囝，2017年啊，3098，1806年嘛中区4号机会，南海嘛5冠11位。那祖母1801年下季4号2冠综合亚军，全会剩29只尔，是国光船队22895只。两冠的结束的总亚军，全村的总亚军，内曾祖父，就是我这第一基础甲队第1005，啊，第1005本身88年的闽南第一机会，5冠总亚3位，大英伦28985只，全村总亚五，内曾祖母，95年虎尾仁安联合会5冠总亚5位，大英伦35310只，总亚39位。内曾祖父是我本身帮你中区4号5冠的综合冠军啦，啊是国光船队78596只，伊嘛是总冠军啦。内曾祖母是93年的嘉义南美聚会南海五冠综合6位，王太哥的老母，伊本身是1903年新竹北海联合会全会278卡图，6618只。三冠的综合22位啦，外曾祖父，伊本身是203年，伊是全基二甲王中国的第一位，啊204年，伊又过全国全基二的甲王吼是过全国第三位，是205年奥林匹克全基二的甲王姓是国际第八位啦，外曾祖母，我作出是95年，虎尾仁安。南海全会2236只，5冠的综合5位，是大英伦35313只，综合的39位。外曾祖父，荷兰真有名威廉迪布恩的黄金配对的辉先生，对秘书布鲁。这个辉先生是1994年 WHJB 又甲王全国4位，另外阁是项 WHJB 最佳幼歌神，伊嘛全国4位的一只甲王。外曾祖母是我这第一基础甲第1005的查某囝。
王派哥三十一号卡关号码21年222235，本身是暗粉啊，白目镜是小型的鸟母镜啊目，甲拍卖25号、26号是共白母。伊的老爸是来对我遮中区四号指挥五官是毋是真有定是47点，但是伊的来做是这个南海的破竹商人，五官总合29位。啊，这个来做嘛，这只就22778，伊是吼，阮在北海南投六官总合3位。这个来嘛，本身我嘛是特别老来作证，啊，原因就是讲，因为这是我这个一位真重要的者吼，所生的嘛是空空我甲二四六黄金破地落来。伊个外公是嘛，中区四号只有五官综合47啦，这对是专工认亲配对落来。伊个外祖妈就是97年哦，啊，归南海中区四号只有五官综合十个。外祖吼、哦、本身是破处相连哦，五官综合29，去甲这个阮南投北海联合会吼、哦、六官综合3等所生落来。外祖妈是两边拢我只对。威廉迪布恩即落来特别老的证据所出来的招募，哦啊本身嘛着综合十，哦安尼两边个配对啊落来，哦大家参考，希望能帮忙着各位交友，感恩。王派哥32号，卡关号码是21年222236，本身是小可暗班中大型的工啊，也是细阿伯。伊甲王派哥33号是两只是同部的。啊，伊的这个来讲，本身是五冠综合冠军吼，中区四号，甚至是全村78596只全村的总冠军最高分数。来做嘛，本身主要是家庭南海五冠综合冠军的小妹。来做的另外一头哦，就是家庭五冠综合冠军本身，伊的顶头是综合冠军的小妹，加综合冠军本身，主要伊这老爸就挑你讲，就是要哦兄妹的囝近亲留开作证的。即卖过来王派哥的老母，王派哥的外曾祖父，本身是我向这斯洛伐克买的一只吼。2003年全基地全国甲王第2位，2004年全基地全国第1甲王，啊个2005年奥林匹克全基地甲王国际第6位，这只生落来囝，外妈的阿兄本身就95年高雄家庭南海五冠的综合冠军，王派哥外曾祖父纪录的甲王。对1996年，这个比利时一个省的幼甲甲王第1位，
1997年 KBDV 段志里甲王全国，迄、那个第三位。1999年 KBDV 全国甲王第六位。本身我也未入来台湾所生，吼、哦、以上